这让我想要逢甲卖刮刮乐的那个、啊。你是在干你娘啊！鸡巴，你的狗还掉到水沟里面嘞！这次开箱三个东西：加长挡泥板、加长挡泥板。对，第二个是通用型车牌挡泥板，我觉得这个很方便。就这样，我们用盖给它下掉吗？大概两千拢搞木个细啊！就这一块，监理站必备，监理站验车必备，验车必备，这个就没什么好介绍了。嗯，验车的功能。多过于任何多过于外观，我他妈我终于不用那边切到懒胶片，每次都要进去里面捡客人不要的土在那边切。但它其实短短的啦，然后旁边有卡梦的压纹，然后它要顺便一起出了这个加长。如果你嫌你的不够长，再加长。对对对，再加长。但是个人喜欢短小精干，但是有些人喜欢加长型。对。这时候就是看你们自己选择。那这两个东西是分开卖的，短的650，然后再加长，加长的380，全部自己开模，上面还有 Apex 的 logo。对，这一定要自己开模才有这个印子。我们来试看折会不会断。好，最怕被撞嘛？可以，可以，有 Q 度，你看，有 Q 度，你看我们凹折，还要回来有没有？可以，可以买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来下一个，这是碳纤维压花厚皮，浅显易懂，浅显易懂。对，好，来，简单明了，我来介绍一下。碳纤维压花，然后主要挡水的是这一块。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它会不会断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们再去测时速高一点的时候，它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对，我们东西要装，不只要安全，还有设计感嘛。几乎所有地方都是有一个碳纤维压纹的那种纹路去做一个衬托。然后这一个，你说这像什么？蝙蝠侠？蝙蝠侠的脸，这个有没有一个蝙蝠侠那个耳朵？Hey, 感觉，所以撞了就会像蝙蝠侠一样有钱啊，1680啊，168啦，这东西1680，那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们下笔下标。每一次出新品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同步的去上架，也会发在我们的抖音。嗯，但是现在他们官网出了新的活动，就如果去关注他们的 IG。那在他们指定文章下面留言，你就可以抽这个东西。任何产品只要新发售就会抽啊，只要他爽他就抽，他不爽你也叫他抽，你就一直留言叫他抽别的东西。来看看他会把全部的东西送给你。好，记得去留言。对，记得去留言。各位，拜拜。